真讨厌呀你真讨厌呀，住手！你真讨厌呀，真讨厌呀！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？怎么还动杀心了呀，小剁手？坏了，剁手！他有没有？哦，王者框，我靠！这是什么框？几级框啊？老剁手啊！你欺负我没有是吧？我也有，是吧？我也有。嗨，你再练，我也有，再练，又欺负老实人嘛？坏了，坏，落手，坏了，落手，练徽章啊！哎，练徽章，哎，就你有是吧？你的好大，我好小，很严重。好大呀，我的天！折磨才开始，刚开始，完了！喂，这波要交闪，这个波可不能装了啊，这波可不能装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走了，这炮车我想吃啊！他不让我吃啊，好坏呀、啊、这个人！你亮吧，等会儿打到你亮不出来，我告诉你。嗯，哎，算了，他交闪了就算了，不杀他了。哎，想拉。哎，又进去了啊！进去了，就你大是吧？啊！继续恶心他，他这波有疾跑，没有闪现，有疾跑了。哎，点晕走了，像个 E， 哎，点完 E 然后又顶。亮呗，来，精神攻击吧，又得死了，回了没？我现在分心了，我来看他回没回，他找果子去了，没什么，找果子，画给你来再说。哎，坏，哦，怎么办呀？这不就顶一下就死了吗？啊？我小又怎么样嘛？小了不能顶是吧？没什么可以怕，将他们冲散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你不疼？练，继续拉我，直接解控，免得他一 Q 必中。嗯，练。哎，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哎，哎，将他们冲散。等会儿我要敲一会儿钟。啊？啊！守门 buff 来了。再见了，走喽。俺知道该怎么。怎么好急啊他？啊，不回。你必须跟斩。不回，蓝枪收他，蓝枪揍他，他没大招的，快来啊，蓝枪！哎，快走！蓝枪发现我了，要坏了，神牛教教主，
哇，这个 ADC 也认识我呀！我操，我这么火吗？啊！我这辅助也知道我108任教主，火了，我火了，摆了大主播了。等会他有一打，我来恶心他一下。哎呀！你还亮啊！快走！别亮了，哥们儿。嗯。好了，他一直在亮，他在干扰我。又回啊！主币者呀，这个落手他主币者，他又来了，走了。哎，这不是佛爷哥吗？哎呀！哦，会，会，亲爱的你，你大爷的！哦呦，这个落手在偷家呀！哎哎哎，怎么了？我这个，等会儿怎么按到什么东西？没用，没用，他没用，他没用。我把顶过去，蓝枪揍他。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。哎呦，太烦了，这沙皇，你要补刀的话他就哦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吃什么刀啊？打沙皇能吃刀吗？不吃，绝食流，现在开始绝食，等一会儿大家都没得吃，难办那就别办，难办那就别办了。扭一下，放 Q 呢？哎，扭掉了，别办，难办就别办，难办就别办，办不办？办不办？啊？难办就别办，大家都别吃，桌子一掀，没得玩，大家都没得玩。救一下，救救你，救救你。哎，没办法，这交闪现一巴掌拍死了，我交闪现来不及。别办，那就别办，那就别玩，大家都没得玩，不吃。好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啊，去吃刀被他打半血，然后就一直被压，你凭什么吃啊？你打他半血，他也不敢吃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版本牛头强的一匹。这么强的牛头开 E 直接闪现 WQ， 你不死吃两套要你命，懂了吧？怎么打远程英雄？别办了，是嘚吃，先打一套再过，先挨半血让他感受一下，都别吃，我就放线，我也不吃。卡六又如何？我有大招，他已经到我斩杀线了。别败，回家。这把队友有点大呀，那要动那个吗？还敢动这个？真是。别败。我看看。哼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十分钟我把这个电装备做出来是什么概念，十分钟做出来的牛头大概是什么伤害啊？我给你们参透一下，我就在这等着你，三二一出来吧，三二一出来，好的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七哥，来试试伤害，能吃吗？啊？等会我不打你，我不打你，等你看看看打。哎，死了。
十二分钟的牛头就开始不讲道理，难办就别办，难办就别办，回家。单办就别办，哦，完了，哎呦，怎么玩啊？十三分钟开始秒人，这是以前的牛头，你敢想啊？你换上个版本的牛头，你敢去想十三分钟秒人？我 WQ 都一千，我还这两个加起来，这三个加起来都多少了？都七百了，再加我电信八百，再加灼烧，再加这个九百，我还没加 WQ 呢。就你牛逼是吧？就你牛逼，了不了你！哎呦操！啊，你这个送塔是打到了，哥们儿。这个也开始掉了。哦，看见没？中了吧？今年新气象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。这里给大家磕